国留学学什么？法律。在中国能用得上吗？到我孙子那一辈儿，也许能用上了。为什么你不留在英国？我要留在英国，那明天谁给你们较量？我无意伤害你的自尊心，要说踢球你们是弱者，我担心你们失利。我都能想象得出明天哈利他们会怎么对待我们，不过也许你能看到这些满嘴脏话破衣烂衫的汉子将是强者也难以征服的。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不管身上的担子多么重，不管多难，最后要站起来。那个二妞她很爱你知道吗？是她让你来告诉我的？不，我很想知道你爱她吗？我也想知道，今天你不去参加他们的舞会，哈利会怎么样？